各位大家好，今天跟各位介绍的声音设备是来自德国 BWT 的声音设备。那 BWT 呢，目前是欧洲第一大的一个净水设备厂商，它有107年的历史，而且整个设备的一个主体的部分是来自德国的一个原装进口的设备。那首先呢，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做声音水设备。声音水设备呢，台湾的一个法令有一个所谓的声音水的一个标准，也就是54项的一个标准，这里面呢包含所谓的一个大肠杆菌啦、种菌落数啦、重金属啦或者农药这些等等的一个项次，要符合它的一个标准，才能够达到所谓的一个声音水。那这个设备 BWT 的 WATAP 呢，它本身全部符合所谓的声音水54项的一个标准。好，我来介绍这个来自德国的一个 WATAP 的一个声音水设备，它的一个特点在哪里？这个小小的一只的一个 WATAP 呢，它本身呢不占空间，省空间，而且不需要电，不需要排水，也就是说它省水省电。除此之外呢，它有一个4层的一个过滤。什么叫做4层？四个层次的一个过滤呢？第一，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活性炭的一个过滤设备，压密性的压缩性的一个活性炭，也就是说水进来的时候，从底层进来，会先经过第一层的一个过滤，所谓的一个活性炭，它会过滤掉水中的自由有效余氯，还有所谓的一个重金属、所谓的一个农药这些的一个东西。过滤完之后，再经过第二层，第二层是所谓的一个镀银离子滤网，镀银离子一个滤网，它有过滤的孔径呢，可以达到10微米。10微米有多细微呢？像我们头发的一个孔径大小呢，大概在100多微米左右，所以10微米的一个孔径呢是非常非常小的。那杂质的部分呢，也会在这个部分做一个初步上的一个过滤，这是我们所谓的第二层的一个镀银离子一个这个滤网的一个过滤。好，再到第三层的部分呢，第三层呢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食用级的一个磷酸盐。那食用级的一个磷酸盐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像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呢，在哪里会遇到所谓的一个食用级的一个磷酸盐呢？譬如说我们的巧克力、我们的这个吐司面包里面，它的很多成分的部分主要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磷酸盐。磷酸盐呢本身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个营养源来源。那这个 WATAP 的一个这个第三层的部分，它添加了一个所谓食用级的一个磷酸盐呢，除了增加身体的一个营养成分之外呢，另外一个，它可以预防我们所谓的一个水垢的一个形成。什么叫做水垢呢？就是像我们的热水瓶旁边，热水瓶有没有会结一个白色的一个带带？那种东西呢，就是所谓的一个水垢的部分。这经过第三层所谓的一个磷酸盐的一个过滤完之后呢，再到所谓的第四层的部分。第四层呢，也就是我们这个 WATAP 它过滤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体，中空丝膜，0.02微米的一个中空丝膜。0.02微米呢，又比我们刚刚所谓的一个10微米的一个这个镀银离子滤网呢，又来得更细微。那0.02微米有多细微呢？像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到的细菌呢，它大概1微米左右的一个大小。那这个中空丝膜呢，它可以过滤到0.02微米，也就是说我们99.99%以上的一个细菌呢，全部都会在这边给过滤掉。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中空丝膜还是来自于医药级，也就是一个 CRIS 在做这个医药啊，这个科技大厂这边的一个膜的一个专门做这个医疗级的膜的一个公司，后来被 BWT 所并购。那也BWT 的本身呢，它就取得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它能够产生所谓的医疗级的一个中空丝膜来过滤我们的生活用水。水经过这4道的一个过滤出来的水质呢，符合我们的声音水，只远远超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声音水的一个标准呢，出来水可以提供我们直接做声音的一个使用，也就是说出来的水非常非常的一个干净。而且之外，德国 BWT 的一个滤芯呢，它基本上主体结构非常非常的简单，方便我们去做更换。使用的一个水量呢也非常多，一般来说可以用到1万公升左右。以一般家庭来说，一天的一个用水量大概在2公升左右这样的一个水量。所以呢，1万公升的水量，其实我们在使用上可以使用到非常的久。那除了主体之外呢，它本身呢还有一些所谓的一个配件的部分，包含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漏水的一个断路器，还有一个流量计。流量计呢可以显示它的一个
用水量到我们现在用了多少水量的部分，然后可以做一个简易的一个提醒的一个功效上存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出水的一个额井的部分，可以提供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出水的一个使用，那使用上呢也非常的一个简单方便，而且设备来说很美观，然后品质上面来说，德国原装进口的，基本上它有它的一个德国工艺，它有它的一个品质上的一个保证。谢谢各位。